咁远你都望到我哋两个靓妹，双子星丽佳同米佳攞出爱哭树同魔莉莉，好够胆用啲魔莉莉出嚟啊！我哋阿靠嘅水之波动已经可以轻松秒杀你啦，我哋仲有啲草食结添，呢度就冇得搞啦，呢度可能要走一走十九，但系十九咧应该打唔死我嘅，冇问题嘅，处理先。连环巴掌冇超人力技啊 ，OK。停手啊！唔好再打啦！我哋阿力好痛啊！四次命中，好即刻秒嗰棵盆栽先。爱哭树 ，OK， 竟然打唔死啊！估唔到喎、啊，落石唔痛啦呢度。啊，未够，未有地面系，但唔紧要啊，我都仲可以照打。呢度手都劈落个魔莉莉度，可能一阵间阿彪都要走，可能一阵间阿海游都要走一走。瑜伽姿势头先用，真系唔知咩嚟喎瑜伽姿势，呢啲技能好似有啲小件，有啲小件呢个技能，所以我唔系好熟悉啊。我嘅手都可唔可以爆击呢？爆击啦，我哋爆击流呢个话 OK。水技继续，呢度手到 OK， 唔错。鼓掌哦，混乱嗰招技系嘛？加特工唔系咩？佢冇加特工，咁有咩用啊？招鼓掌真系鼓掌啊？系咪华丽大赛嗰啲嘢嚟？劈死佢！好爆击，哇，好劲喎！爆击流储气，疯狂爆击，太犀利啦！爆击流，搞掂 ，easy， 呢个好似都要打噶，我记得，一阵先同佢打。我想揾个回血地方，呢、這个有冇嘢执噶？冇嘢执噶，我又有啲咩鬼盆栽嗰啲嘢添。呢度，知嚟过，嘿，专登阴镬一镬嘅呢个系，一踩上去即刻撞到条友，咩属性啊？唔好，哇六五只，大亚利啊，十四咧啫 ，OK 嘅。够唔够血啊？够血嘅应该试一试先。总之水之波动，睇下佢会唔会打死我先，因为得翻一半血就有，打唔死嘅。滚动，哇！第一刻命中要害，哇！如果佢呢度打多我一下咧，就超级痛啦，真系。飞就比较招肥人，系啊，的男人，大牙你，下一只可能真系要走一走啦。搞唔掂，又系大牙利，可以换上阿力上场格斗打爆佢，应该直接劈落去都得啦。我谂格斗系好劈落去，变远唔紧要，我即刻爆击打吓，我速度竟然唔够佢快。冇爆击喎，呢下嚟又系滚动，滚动唔惊嘅，冇事，靠四滴啫，轻松轻松，轻松应对啦呢啲咁嘅大牙利，非常有效。十六咧，我哋嘅帕奇你知，我哋嘅帕奇，点解咁低速度嘅？系咪佢原本低速啊？呢只系嘛？睇睇先，佢原本低速噶，我哋嘅阿力小朋友，我哋嘅小力，我哋嘅小力系咪本身啊冇得睇喎，冇得睇，冇得睇佢个性格，唔紧要，我哋直接用手都弹打死一下，处一处理先啫，不如今次系快啲，诶，睇嚟系争少少嘅速度，酷性减攻咯。看似好似冇乜用嘅技能，但系喺我眼入面都系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嘅变化技能。爆击啊！
冇爆擊喎，竟然啊！隨時呢啲咁樣嘅加強啊，或者減少嘅變化能力變化咧，可以足以令我致命啊！非常之危險。十六呢啦，係咪卅呢度進化？幾時先進化做中力啊？又係大牙利，大牙利戰隊喎，係。我谂我哋嘅格斗系真系要练多啲先得，唔系应该系话呢只格斗系要练多啲，我哋阿力要练多啲，爆击，爆击啊又，爆击其实好爽真系，嗯，好，好，上手刀，所以其实之前。佢有招技能系必定爆击嗰招格斗技咧，我都几中意用，好劲我觉得。每次都见到佢爆击咧，嗰啲咩加强变化嗰啲防御仔咧，完全唔系我对手啊！佢够胆喺我面前强化，即刻抌佢出街，翻屋企先，回血先翻去。需唔需要再生多只虫咧？其实，你哋觉得有冇必要生只虫出嚟用？其实好似冇乜必要生虫。OK。百变怪接近中啦，百变怪，百变怪咪呢头有得捉个百变怪。嗯，哇咁高咧嘅，大镬！先聚焦打右边先，右边嘅烦好多。我冇光线，水之波动 ，OK。疯狂乱爪，冇啊！哇，好大喎，好痛！两次命中啫 ，OK。噪音攻击会有攻，会有命中得啦 ，OK。诶 ，OK，OK， 减速度，但系佢呢度应该死咗啦，因为水之波动超高伤，杀埋，要尽快俾阿靠进化，进化我大牛先。八十八经咁少，俾晒 Parky， 俾晒学习装置嗰、那个，分晒俾佢，偷袭 ，OK 冇事。佢呢个护符金币唔知有几多少钱咧？系咪1.5啊？都系，哇、哦！一下秒喎，劲到，几钱啊？4000多蚊喎，多喎，装个护符金币系唔同啲啊。新的治愈师，我呢、這个据我估计应该有好多精灵要打，三只啫，都 OK。皮皮小皮皮喎，小皮皮，皮宝宝，好难记啲名，其实好难记佢嗰、那个，仲衰啱，佢而家仲系拍阿格斗系嘅。等佢大个咗就俾格就可以打翻格斗系啦，细个俾格斗系打，大个就俾就大个就打格斗系可以。咦，中皮皮嘅皮皮呢、這个，跟住最大系咪大皮皮嘅之后，来女仔皮皮秒啦系嘛？唔得 ，OK， 连环巴掌。我成日覺得咧，呢啲打五下嗰啲技能咧，好嘥時間。佢又打唔死我，跟住又打我五下。呢度竟然打多我五下，要打多五下嗰個機率其實都幾低。Follow me 喎 ，Follow me， 打佢，好混蛋喎，好混蛋係嗰只細粒蛋喎，係啊，細粒蛋呢只。秒唔秒到呢？秒啊！太犀利啦 ！OK， 我呢个高惊啊，呢、這个正，呢、這个 OK 18。有招雷技未啊 ？Parky 有雷技，我哋转人啦。我哋需要招雷技，有乜完啊？生，欸、我呢个正、啊，呢、這个系咪平啊？喂，有咩啲咩入面？见到外面咧啲嗰啲咩傻娃吧，好容易头痛，唔知有啲咩药咧？哇！呢个要打噶？
收藏家胡雪雪 ，OK， 秒啦，应该可以。再碰木关先。喂，金色嘅，点解个身好似金金地喎？佢个身，OK， 非常有效。26，我哋阿 Benji 升到去大企鹅帝王企鹅嘅时候就可以转一转啦。2432，有咩特别啊？我讨厌知识比较多嘅家伙。讲啲收藏家嘅故事，呢啲都要打，竟然估唔到。又有三只，唔系话三只吸本小丑啊？今次附近好似冇。第四度好似冇乜我系精灵嘅，冇乜我系精灵。喺神路好似冇咁多，冇咁多恶熟，恶熟应该我唔知道阿布梭罗有冇喎呢度，唔知佢喺呢个地区度有冇出现。又鼓掌，齐鼓掌。哦，呢一个应该就系咩啦？再来一次啊，系啦。我仲谂紧乜鬼鼓掌大佬，乜鬼嘢嚟噶？鼓掌。原来就是再来一次咁解。好嘅，精灵箱收藏家。吓、啊，用我啲微笑，呢、這个都要打。我做完佢帮我回血之类点一个皮皮 ，OK。几多呢啊皮皮？22。22会打死我啦。我怕會喎，轉一轉啦，不如轉下波出嚟。我今日一招普通技打死我，你知幾容易俾人打死咯。清醒拍打，唉，冇得啱啊呢度。來個起風繼續 ，follow me。我諗要翻嚟回一回血，或者揾個地方回一回血先。如果唔係，將會好危險噶。我已經 feel 到有啲危險，有啲危機感。Follow me， 起风，咁都唔死？唔系啩？咁劲嘅皮皮嘅防御，完全剩翻一滴血嘅啫，应该唔知一滴滴两滴到嘅啫，啊，三滴血到啦，大概，咁都打唔死。OK， 失敗的笑容，系咪呢度买？唔系呢度唔系买嘢嘅咩？系500蚊一樽，抵啊！500蚊一樽，买下先，唔系要咁样喺度揿几次啊？黐线，跟住用阿布梭罗，系阿布梭罗，阿布梭罗，真系要逐支揿。算啦，下面嗰个大叔我哋唔好揿佢，惊佢打我哋。215度喎，冇呢个冇得回血喎，要翻翻去喎要回血。好，下次翻嚟耍呢度有用。呢度我记得好似有啲劲嘢喎都，系嘛？唔系你啊，大佬音色失。呢度水系我哋嘅 bench 就冇得啦。落雨，但系落雨又系一个劲麻烦嘅地方，就系、又系拖时间佢个落雨。音色快过我，冇可能嘅，点解啊？佢点样做到噶？音色快过我嘅咩？我哋 Benji 有咁慢？第一个广告1分30，第二个1分40秒，咁长嘅广告，感谢睇完广告，我哋广告超长。而家啲廣告真係好長，有時手機睇咧都一定會有台，一定會有廣告可以睇。我自己睇自己嘅影片啦，可能睇下有啲咩甩漏咧喺手機度睇，自己都要睇，自己都要睇廣告。可以換下卡出嚟啦，不如水係始終有著數嘅。來，遺跡抗衣阻止，
铜镜怪，咁先得65破还是50，所以佢系快啲。催眠术咁都俾你中到，咁冇计啦。同埋旧版嘅催眠术咧，可以瞓好耐，劲黐线。食个药啦，不如会唔会我一食完嘅之后即刻催眠到一下？我特登为咗解呢啲咁嘅状态，买咗几樽。解毒又有，解睡又有，解火又有，解麻又有，神通力唔会好痛嘅。佢呢度如果爆击，佢咪打到我得翻一半血到？呢只嘢都咁痛咩？虽然佢高我四呢啫，打佢啊！大镬啦！工人，哇！喺想走喺度，呢度打多下自己，打走啦呢度，唉，费事烦，打走。估唔到一只钢竹可以令到我咁麻烦啊！啊，系咪黐线噶钢竹？又要食啦呢度。捉咗佢，我好想捉咗佢呢个，呢度要俾钱贿赂佢，个训练家可唔可以俾钱贿赂佢？养啲嘢俾我得唔得？哇呀，黐线，中晒啊啲技！虽然奇异光系必须中，但系催眠60命中，连续中两次，佢个机率都几好彩，其实佢属于。打佢啦，唔该。好，打佢啦。OK。打点。冇波打好痛苦，系啊，要有恶技都唔知打唔打得痛呢只。呢只好似都打唔痛恶技，打唔打得痛啊？恶技唔系计新版喎。舊版惡技可唔可以打痛鋼技啊？即係鋼熟啊！噴佢，又打自己啦！金屬音減防，大幅減防，特防啊 ！OK， 特防都 OK， 佢係物攻重嚟嘅，應該唔會轉個頭用草成結嗰啲啩？咩噴射火焰？唔會嘅。呢、這个都相对易打，因为佢系岩石系啦，岩石地面定岩石钢，岩石钢啊，应该系进咗化就系岩石钢。呢只我唔记得，呢个好难打嘅，有少少难打，但系都照打嘅呢度。顺便其实我想睇下呢一度有啲咩虫可以捉，嗰、那个我唔打啦。呢、這个打唔打？打呢、這个格斗系打。阿拳石，小拳石就冇乜用啦。小拳石老实讲，真系喺呢度。小拳石系死亡，系死亡嘅存在嚟嘅，真系。如果有配多属性招式，新人玩家打到喊啊，系啊。如果配多啲技，喂，哇，咁鬼痛啊！小拳石，黐线啊你！哇，真系揼死我呢度！喂，唔得啊，搞唔掂。呢个换下 Benji 会唔会死？应该唔会吧，高佢六呢，争啲丧失一名伙伴即刻。哇，搞唔掂喎，好鬼劲嘅佢，加速，加速啊佢，唔大掂喎，咁劲嘅小钻石，即刻上足啦又。佢岩石技真系，佢将岩石技乜鬼嘢？落石啱啱我招。50攻嘅啫，又加速，系想俾我捉啊佢，但我唔要啊小拳石，冇坚硬，差啲就放生系啦，差啲就送佢翻屋企啦，要送佢上天堂，打咗针好癫啊只小拳石，
阿 Parky， 你有雷技未啊？食个药先，系时候啦 ，yeah， 回翻个大血先呢度，打埋呢个啦，呢、這个格斗系，啊格斗系要打一打喺度，格斗系喺呢一个雨天底下，不良蛙，唔系话特登配噶，不良蛙有干燥皮肤、哦，干燥皮肤系唔会食水技的，做落雨时回血、哦，太不羁啦啩。我有冇超能力技呢？好似冇喎，得地面技。地面技打系唔同，嗰个系走得。呢只啊，出下波应该 OK 吧？出下波可以学自爆。哦，哇！你睇黐线嘅不良蛙，佢头呢下打咗八十攻啊！我哋准备打死佢啦。佢系咪格斗系啊？呢只？系格斗系噶嘛，应该定系进咗化先有啊？真系俾一下揼死我。OK， 转得啱啊呢只，好啊爆击啊！佢呢、這个佢珍珠钻石呢一代真系好容易爆击喎，所以真系要小心啲呢度，要计埋爆击嗰个几率，计埋爆击所造成嘅伤害呢度。呢度食支小药先。我自爆又唔掂啦，小拳石系嘛，好危险啊！失惊无神喺度爆炸，卡斯啊，我系紧，哇二十靓卡斯足啦呢度，冇谂咁多啦，一球定生死啊！好，一系你走，一系我走 ，OK？ 一你走，一我走去啦。好、oh, ，再见啦，卡斯，拜拜。好、oh. ，我哋喺度撞下睇有啲咩，或者捉卡斯先咯。哇，唔系话捉呢只嘅，我惊唔够打喎，游击蜡。你黐线啊！你会出游击蜡噶？我惊佢打死我，好痛喎、啊，游击蜡廿二咧。先嚟个水之波动先。佢系啊，有念力，唔好死啊！你顶住啊！喂，大家黐线，一下打有几多？低能啊，游击蜡，哇，打唔入，完全中。点玩啊？呢、這个我系想走，但系走唔走到都成问题噶。念力啊！突然之间撞咗咁嘅嘢出嚟嘅，点解突然之间又好难搞喎、啊？游击蜡，我惊我走唔到，俾佢打一下。奇迹之眼，睇咩噶？呢个系识破了波的正体噶，系咩？系小朋友系咪？但系都好嘅，系啊，有个机会可以捉一捉嘅。呢度唔可以用恶嘅，即刻死呢度，即刻抌啦呢度，希望得啦呢度啊！唔得啦！呢度一下就完了。束绑啊！喂，束绑呢招技能系单打系咩技嘅？呢招系咩技嘅？真系唔知道。OK 啊，冇问题，应该用阿波 OK 嘅。阿波好高血，18 vs 22嘅，得啦，应该三下，唉，搞掂我哋。唉，勇吉拉，唉。发出超能力嘅时候会出强烈嘅阿尔法波，将精密机器破坏。阿尔法波系咩？1.3米咁矮咩？有几难？唔系喎，算高喎。J R A 请问点读呢个？OK， 就咁样 Yoda。OK， 高一号箱等紧你，我一阵翻去睇下啦，即刻换重先喺度。唔得啊，搞唔掂啊，靠唔太掂啊，佢个血量太低 ，level 太低，呢个照打啦。只有流咩汗水变为强劲啊，睇唔到。空手道王君次，空手道王君次，
又是不良蛙。我哋唔好走啦，不良蛙喺度。我哋用 bench 就可以打赢，应该。我哋先用其他技打佢先，因为我唔知佢系咪有乾燥皮肤。如果系咁，我哋蚀咗。诶，预知危险喎，咁我哋可以用泡沫光先啦。系啦，啱啱睇到，立到佢系预知咩危险。哦 ，OK， 非常好，专属技能。佢究竟可以有招雷技未啊 ，Parky？ 有招雷技我就掂，我就可以带佢去打啲水系胜利啊！其实小力，小力我就打粒波出嚟啦。其他啲唔好出住，其他啲可能打野生怪先出嚟。打啲训练家都系要用啲高水准少少嘅，能力高少少嘅 ，level 高少少嘅。起风，哇！即刻收走喎、啊。玛莎娜两都是格斗，都是要死，都是一样要死的，系啦，结果并没有改变什么，竟然顶得到，好，但你都是顶不到下一下 ，OK， 呀咧，高速星星雷技咧。哦，你有雷技嘅原来，哦咁得啦，我原来开落佢学咗雷火光啦，咁 OK 啦，炸叫，哇呢招减两级攻喎，算啦唔要啦，佢边有佢边度开到减两级攻啦，开完已经俾人打死咗啦，哦我系差唔多入城啦要，一七。空手道皇冠刺 ，OK， 我想睇下呢一个，可以教呢一个不烫动画规则嘅，需唔需要教各位？其实如果太慢嘅话，其实可以教，就系咁啊，快好多啦，但系就冇咗特效嘣，可能见到只系嘣棒嘣棒，电击波 OK， 啊，嗰啲电技我哋系时候要拆走学习装置啊，佢呢度已经21咧。我哋俾阿靠啊，靠住好难升咧咁啊，发觉反而阿格斗系阿力仲易升，系咯，可能系地区问题，呢度双打咁样过 ，OK， 来呢个系咩伤咧？唔知虫蟹，虫蟹都 OK 喎，晚火候就先处理咗佢先啦。虽然对我哋冇乜威胁啊，但系都可以照打。我哋泡沫光线应该可以一下秒杀啦，呢度就开个起风音速拳 ，OK， 一半还可以偷袭，冇事嘅 ，OK， 都好痛，实际都好痛啊！都几痛啊！秒杀啦，仲唔秒呢个落紧雨，啊死啦！双打入面落雨雨天嗰啲咧，真系加成好多，好劲。27，冇几学，靠，都冇几学，应该冇精灵啦，得一只咋？哦，仲有两只鲤鱼龙 ，OK， 鲤鱼龙，有 Parky。个暴走咯已经，哇好大镬啊！暴走好痛，右边啊 ，OK， 哦 OK 嘅都还可以嘅个伤害，海游嘅储水，我唔知道海游系咪储水我都唔记得啦，要睇睇，已经忘记了，游击粒。要食个药先，药之训练家需要食药啦，都得噶嘛，都得 OK。电火锅，奇迹之眼，准备揼落去呢个鲤鱼龙度咯。我招雷技，哎，下是但打一遍，咁我会唔会好大镬咧？哇，呢度又爆击又死咗咯，黐线！
我呢度反而打唔打死佢咧？应该死啩，都唔死喎，黐线，好难打喎、啊、李如龙大佬。唉，又要帮佢回血啦，喺度帮佢回血先。弱智训练梗系帮佢回血。OK， 佢呢个咧点识呢招？唔知喎、啊，真系我估系用咬或者撞啊，点知有暴走？有暴走嘅咩？呢只念力好在打左边。啊，都 OK， 顶得住嘅。佢仲要打三下喎、啊，呢、這个正常两至三下噶嘛，佢直接打三下。OK。OK 啦，死啦李龙，所以话呢个冇雷嘅即刻成队炒晒应该。一低要一半佢就好惊，其实超恐怖，仲打唔死佢添，又食咗几樽好伤药，三樽。第四時隊一進化就識啦，暴走 ，OK 啊，報復搞掂佢。好驚，其實回心佢呢只 game 啲機率，呢、這個版本啲機率唔知點解好高啊，回心率好危險，想特別整一隻係唔會回心啦已經，好驚險啊今日都，今日呢一集。兩次死亡邊緣啊！